警察同志，对不起，您放心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，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啊！下次注意啊，监控我们也看了，是他主动上人家车的，耽误人家赶飞机了，要不是人家说算了，今天就真走不了。是，行，这儿签字。哎，这。 先生，等一会儿啊！哎，麻烦你了。跟你说，他车上有保险，还有我哥，他绝对有问题。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我粉丝？嗯。嘿嘿嘿嘿，这公安局，人邢先生真是河西医院的医生，人今天真休息，航班信息你看见了对吧？ 哎，不不不，您错您错您错啊！对不起，我们秦匪啊，他就是这么个臭，职业敏感度确实有点高，有点过了。这样我们如果给您造成了什么损失，我们赔。啊，没有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啊，还有，我们秦匪其实跟河西医院合作很密切的，每年都向基金会捐款，而且跟你们领导还都挺熟的哈。 这样，有什么事儿呢？您随时跟我联系，好吧？这是我的名片。哎，好。哎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坐坐。对不起，秦飞，你好好的啊。 道歉信，对不起，您看这样有诚意吗，邢先生？喂，把行李放进去。你是不是？我是秦匪，快点啊，谢谢。 安全带系好了，快点吧！喂，秦大小姐。 你怎么这么能耐呢？啊，帮金娜介绍律师，把自己介绍成第三者了。你也算千古第一人了吧？金娜什么意思？照片没拍着她，不打算出现了是吧？怎么着？害怕公司知道她解约呀？我的大金纪人，那照片就是角度问题，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到时候我跟那个何律师发一个联合声明就好了。齐小斐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 道歉？你疯了吧！道歉，我又没做错，我干嘛道歉啊？再说了，哪次道歉有用过吗？您拨叫的电话已关机。师傅，您这车上连瓶水都没有。哦，有。 我在车上呢，啊，可师傅说他没有接到你啊，你确定你上的是黑色奥迪，车牌是65527啊？
我确定啊，咖啡，我这就要收你了。我说你这个时候怎么还给我雇一个男司机，还这么帅，到时候被人拍到了，不是被我麻烦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给你约了一个女司机啊。嗯，好。 少爷，求你可怜可怜新月吧，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，感觉演戏了。<笑>谢谢，来来来，把锁锁住，看，尽量别乱动啊。你要是疼，跟哥哥说，哥哥给你开止痛药，好吗？我不爱吃药，我不要打针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我不要做手术，我知道哥哥哥哥在，害怕。好吗？没事啊，乖。 两个懂什么呀？我那是一种表演风格，知道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过演技浮夸，还偷偷摸摸听别人说话。我什么时候偷听你说话了？我是正大光明的听好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就给你们两个演演什么叫真正的演技。表少爷，七月是真的爱你，不能离开你，你就可怜可怜我。 夸死了！你也太搞笑了吧，比我们真的差远了。一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哎，那你想不想听听你们家娜娜在片场的故事？行，那你不许再说我喽。啊！给你看看。 去那儿坐着。我感觉也没什么事了，应该休息两天就好了吧？我看看，这样疼吗？这样呢？不疼。啊，就是特疼。嗯，知道了。肌肉拉伤，这两天别提重物，不要过度拉伸。接下来连续三天按时找我来做复健。 谢谢，小事。还有，谢谢你，在废墟里把我抱出来。哦，举手之劳嘛。嗯。真不是我犯错，你没有关注过我。秦小姐，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，请你不要多想。嗯，那你为什么会把我公主抱出来呢？ 如果换做一般人的话，你直接像扛水泥一样把我扛出来多好，才省劲儿。嗯，事急从权嘛，你别自恋行不行？自恋？长那么好看，我自恋点怎么了？